人生啊，四大调和，就是众生之福，社会平安祥和，也都是社会的福。人的身体健康是人的福啊，要有福啊，总是要调和啦。看到了天下灾难呐，这种天灾的人祸，还有呢众生的众业共业啊，他们的众业生在这样的国度里，共业在那样的贫穷苦难中啊，的确很需要我们人间的爱心点滴汇合呢，一一来帮助他们。莫桑比克还有辛巴韦，这一个多月来啊，也都是水灾。当地慈济人虽然呢也是穷困啊，可是呢心灵财富已启发啦，自己也是受灾户啊，可是呢他们也同样去做看灾，看到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受到了病苦，还被拒绝得远远的，唯有我们这一群志工菩萨，他不只是接近他，还要拥抱着他，这就是众生呢依正报，他的正报是带业到那个地方去了，那依在这样的环境国度里生活的一辈子，那么有人间菩萨开始有了因缘才能接触到啊，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苦难众生，接触到了菩萨，菩萨开始呢就要为他们展开改善环境的方案提出来咯啊，这都是呢需要我们更多人呐、来关心，才有这样的力量去帮助他们。这都是人世间呐、很多的无奈的苦，这种的无奈都是业力哦。每天都有这样的无常事故，从业力呢在千变发生中哦，那复兴航空啊，这几天来呢，菩萨们呐、不放弃，他们一次再一次啊，还是呢要潜进那水底里去打捞。台北的气候很冷，我们要为他们加温，此啦。送热汤、热食，还有围巾，还有毛毯，他们上来赶快毛毯披上身，那够不够？还不够，所以慈济人呐、赶快再想办法。那为了救灾呀、我们已经呢研发出了那种充气的，可以高压点好几。成哈，它就是也可以充气保暖，也可以呢吸汗。那我们就赶快呢，把这样的衣服啊送上去了，送了50件哈，这种的能充气背心哈，那赶快让他们呢可以过寒，可以呢保住他们的这个。身体让他们身体不要失温，他们呢穿了以后呢用过的就说哇这是真好，人人呢都很
穿上了这样的衣服呢，感觉到说这都是金保暖，让他的身体呢，那这种温度不会一滴一滴降哦，这都是爱的能量呐、啊。这为这一群呢搜救队的呢，真正的大大的加油打气哈、哦、啊，这都是很感恩。我们一向呢，因为长年以来救灾的过程呐、啊。这几十年来知道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，一次再一次的，一直到现在呢，不管是鞋子的鞋子啦，不要去让铁钉插到啦，连纱衣物啦，那一套衣物呢，几哪顶这都是御寒啊，防护身体等等，那好在我们都有这一些东西，可以呢去提供给他们。真正是吼，经验啦，长年累月的经验啦，我们呢总是能毫无所求，只是能保护救难人的健康。这爱与善真是个宝啊！那看到了我们的四大置业大前天的这一场的岁末祝福，看到了我们的大宇王啊，几十人哦，整个舞台满满的，而且呢。那一念心的和和互协，那四大志业都来发言。四大志业向上人发愿，人人慈善，国际典范，大圣医疗，守护健康，品格教育，再创。对师父行，对师父行，一直对师父行就对了啦。那这已经看到了。那一天我也说啊，我说啊，过去很孤单呐、啊，现在已经看到浩荡长的队伍呢，花心立愿要对师父行，看到了。医疗的大家花心立愿，守护了在他们的岗位里，那尽他们的爱心力量呢，这样付出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真的也很令人感动啊。那一天呢，有一位就说：“哦，张比松医师。”常常是为了病人啊，就是吼身体搁较安怎无好，他还是呢很坚持的。有一次自己发烧发冷，他们认为说啊身体堪袂起了，但是呢他还是呢安尼规个吼面皮安尼抹掉还烤灯哦，他呢都是呢要坚持。他说不能再延迟病人的时间，因为病人呢是远从台东来的，我不能让他呢再等，所以呢甘愿安尼吼，佮家去台东佮开。这总是呢，我们要了解医师的甘苦谈呐、啊，我们都来了解医师呢这样的，能治疗一个病。然后起来不是一个医师的，是要有一个大团队啊。那一位负责的主治医师呢，是多么的辛苦，旁边的人呢也都要付出很多。总而言之呢，生命啊，我们要好好的保重。那是
一时啊无拄好吼，真的，一不调和啦，真的呢，自己病苦，但是呢，治疗的这医护人员呐，也是跟着我们苦，还要比我们更紧张啊，这都是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用心哈。所以啊，天四大调和就是人间的福啦，社会呢人心调和啦，就是社会国家的福。那么我们身体平安呢，就是自己的福。总而言之呢，要好好的顾好自己哈，调和身心。